好，谢谢。美美的临高归弹千里歌，花归人万山，江人过海我所量，恩人一浪游，浓浓一心，马祖语的语言发展。今天在场也有许多的贵宾已经关心我们国家语言的发展，请介绍的贵宾待会站起来跟我们挥挥手。首先是文化部的主任秘书陈真心主任秘书，文化部人文及出版司副司长朱玉林副司长，副司长。大家长王县长，王忠明王县长，大家好。我们都以后生立白的立业啊，爹妈立白的立业，上面说弄啊，当好车一落嘛，不敢拿胸襟，当搞高龄没给你做呢，当阿拉伯业务又跑到岛，亚莫不欧结婚，然后跟不欧结婚啊，如果出席过，看看我们。在这今天的论坛，看我们的闽东语论坛。我记得啊，我小时候啊，时常被处罚做一件事，挂了一个牌子啊，挂了一个牌子站在那边，我讲方言，挂了一个牌子我讲方言。那那时候呢，因为在推行国语运动，所以我现在去回想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很难定义。依照时代的背景跟不同，会有不同的思维。我在教育局服务的时候，我们要推动地方语言，面临到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那时候我们讲福州话叫汉语救亡，没有教材。我现在讲还可以讲，听都没有问题。福州语的推动小组，那要解决教材的问题，才能推动语言，不然的话。一个人一个腔，一个人一个号，讲出来的都不一样。那后来我们就想到了，我们就到对岸福州，福州找谁呢？是吧？我们福州师范大学梁玉章教授。我们福州语的全世界第一部福州语的词典就是他点，然后传到学校里面，让老师去教。那现在慢慢的，很高兴。那福州语变成国家的语言，然后高志老师呢又是这方面的专家啊，再把它加入我们的毕云校长啊，也慢慢加入，我们变成一个团队，现在已经初具规模了，不敢讲具有规模，已经初具规模。校长领导着我们学校的团队啊，一直在这个区块在里面。谢谢各位，谢谢谢谢。之前呢，先跟各位祝贺秋节愉快。好，谢谢。桃园办过一场，我们的李次去参加的那一场。那他回来跟我讲说，在桃园的马祖人口比那个连江更多这样。那要到回到这个连江了哈，就是马祖来开会这样，开这个论坛这个事情。就非常2018年，我们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，就是国家语言，其实就是固有族群所使用的语言啊，所以那个我们又特别要对这个濒临这个有消失危机的这些语言，我们必须用国家的力量来保护它。要吧？好，可以，谢谢。谢谢。